来自瑞士的 Homey 都是很推介大家是服用的，一杯呢11卡路里而已。这个产品呢就用了西伯利亚人参呢去 replace 咖啡因呢，就做一个提神的效果。这个 level up 呢就是为有8种的维他命 B 集啦，小朋友如果真的要搽或者孕妇呢都很适合用的。介绍了新产品先啦，好不好？那就有这个 Homey 的 Level Up， 里面是两支的 Supplements 来的。它的名字就叫做纯素咖啡因维他命 B 集营养饮。很多类的人士都是会缺乏维他命 B 或者容易流失得多，譬如你熬夜、出街吃饭、饮酒、成日 under stress、 你本身是容易疲累、或者是你是就是离 M 离紧 M、 孕妇體弱啦，即係成日都好似攰奶奶咁嗰啲啦，咁或者運動量大、工作量大嘅人咧，都係好需要補維他命 B 集嘅。這個 level up 咧就係為有8種嘅維他命 B 集啦，咁啊齊曬噶啦，我數下先 ：B1、B2、B3、B5、B6、B7、B9、B12。係啦，佢加咗咖啡因嘅，除咗8種 B 集之外，咁我就覺得你可以當係一個朝後早餐嘅飲料咯，就可以代替咖啡。佢呢個咖啡因咧係來自一個叫瓜拿拉嘅瓜拉拿嘅萃取，咁係天然嘅，咁亦都冇嗰個令到你有少少 depressed， 咁反而係令到你可以即時提神啦，同埋提升 energy 咯。第二個產品咧就係 shop up 啦，因為我知道有啲人咧就話我唔想飲咁多咖啡因啊，咁所以咧呢一個產品咧就用咗西伯利亞人參咧去 replace 咖啡因咧，就做一個提神嘅效果，因為人參咧可以提高你細胞的帶氧啊，氧氣嗰個氧嘅能力嘅，咁變咗咧就會令到你細胞係即係活躍啲咯。咁另外咧，佢仲加咗一個叫做 chaga 嘅成分，中文叫白華蓉，係啦，都係一種菇類嚟嘅。咁佢咧就可以激發一啲好嘅細胞嘅生長，尤其係免疫細胞。佢同 level up 嘅分別就係 level up 係比較係即時提神啦，提升 energy 啦，而 shop up 咧係比較 focus on 你嘅專注力。我覺得可以係朝頭早係 level up 啦，下晝傍晚就 shop up 啦。Synergy minerals 嘅 hydration 啦，就係我哋嘅三色眼影。咁佢係用礦物嚟做啦，係有保濕嘅效果啦，同埋非常之好用啦。小朋友如果真係要搽啦，或者孕婦咧都好適合用嘅。